哇，用跑的。对，所以其实像现场你看，那其实有个大哥，他是负责把妈祖固定在轿子，对，轿子里面的。那他其实沿路他的心都是悬着的，直到这一刻帘子打开的时候，那个心才会放下。波贝亚来了，这个报纸是什么作用啊？现在要铺开，可能要放，你看他刚那个石虎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需要到旁边的铺他买铺他。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小的供桌的概念。嗯，没错。哇，有好多糖果，所以拜迪卡拜糖果。等一下，那三杯那个，就哦，好，说得好，就一个秒杀的概念这样。教班啦，他们，对啊，他们也辛苦了。对啊，可爱可爱，大家辛苦了。为什么要抢啊？所以这些就是给教班人员分享的。他们也有。其实也会往外传，大家抢着喝。对，有啊，那是那个壶里是什么？是酒吗？是酒，是什么酒？高粱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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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卡好不好？我要进卡，手速耶！人家我没有了，我那机器坏掉了，救过一下，救过一下，谢谢，救过一下。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我们已经这个换教结束，我们又再度看到我们的山边妈祖，还有我们的白沙屯妈祖哦。这一路来到今天又再度看到他们，哇，心里面真是满满的感动。对，真的。然后刚刚空拍画面，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时候有在问说，哎，那现在就是粉红超跑接下来要去哪里？那如果你在空拍画面有看到的话，现在其实粉红超跑就已经上了我们大教组的车。对，那我们的教班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任务圆满了。对，所以他们基本上应该是会先到白沙屯这边等八人教回来。所以这个教班人员已经这个大功告成，然后粉红超跑是上车。对，粉红超跑上车，粉红超跑也任务圆满，也任务圆满了。所以现在呢是要把我们的妈祖固定在八人大教上。对，那八人大教接下来会由谁负责扛教呢？是我们的地方的陶给。对，因为其实白沙屯妈祖进香，就白沙屯这个地方的炉祖制度，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存在，所以待会回宫之后就会卜下一任的炉祖。那最高票的就是炉祖。你就一回宫，对，回宫后然后开始就准备要就是要拜天公，然后就要卜楼柱，然后卜楼柱第一高票的就是炉祖嘛，然后再来之后就是所谓的桃粿。好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36执事。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出发了，往拱天宫的方向，他们会往方向走。先第一站会到内岛里，会先去看戏，先去看戏。对，因为其实今天的行程基本上就是顺顺的，就是往前，然后不太会有什么状况，应该。那当然还是有特例嘛，因为前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就是八人教还是有路边加持的事情，但那就真的是比较少见的情况。
那你会怎么建议？因为今年我们看到了，今天已经是星期二，人潮还是非常多。那这么多人，现在大家开始也是先行一步，先开始走。会建议大家，其实这时候就不太要在轿子附近徘徊啦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慢慢的往前走，因为我应该可以想象到稍晚，应该白沙屯拱天宫这附近应该也是一个爆满的状况。其实现在已经爆满，我刚下去上厕所就哦妈呀！对，因为今天应该还是有因为其实，在进山之前我就有看到有一些旅行社会有那种一日游的行程，对，所以其实今天还有起家那一天，应该有蛮多这种。一日游的朋友来到这边，那你要建议这些一日游的怎么来当大家的好朋友呢？我想以地方的观点，应该都还是欢迎大家啦，只是希望就是入境要随俗，然后还是有一些规矩要注意。其实，